自己人很开心啊。马上我们拿着讲座来仙梦拍张照好不好？我们从左手边开始了，好，稍完后退一些些，然后从左手边开始，左上方，好，谢谢，左上方，左下方，中间前方，谢谢，中间下方，哦，好的，来，中间右边，中间右边，下面，中间右，哦，右下方，只是右下方，好的，来，最边，最右边，哦，好，还有，好，中间上方，是不是中间上方刚刚有在拍的，左边，好，左边，左边，好，左手边，还有需要补拍吗？来，谢谢，来，中间，好，中间上方，哦，中间上方，好，再拍一下，再拍一下，哦，好，笑一个，笑一个，哦，笑很开心啊，很酸，很酸，很重啊，好，要把握一下时间哦，都有拍到了吗？好，谢谢媒体朋友，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拿下。哎呀，看到那个，收尾，耶，没刚刚看到你在那边唱歌嘛，对不对？走，就是走了一圈。对对对。舞台很大哦。对，我还在想，我就是一直脑袋想说，我等一下走到这边，不，我不能走太快，然后也不能走太慢，因为我有算好时间，我要走到哪个地方，唱到哪个地方。对，然后心里就，然后还要一边想着歌词，然后一边要把歌唱好，然后还要一边跟那个观众打招呼，我就觉得刚完成了一件，我觉得我自己走唱完，我觉得我好棒哦。哎，其实这个对你来说是小 case 啊。哎，我因为那个记歌词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有一点点小小困难。哦，所以还是要，就是虽然说唱了很多场了，还是要挤一下下这样子哦。对对对，希望大家会觉得我表现还不错，这样。很好，我们刚刚在台上就在一直在看着盯着电视上看。我回家我要看重播。一定要看一下。那这次拿到这个 Hit 好声音嘛？那而且其实，在去年的时候，我还想说啊，本来去年如果可以跟这个娃娃一起搭档那个 Hit 幕后之际多好。结果后来听到今年说哈，今年娃娃要表演啊，歌手身份又少了一个机会了，很可惜。那可是刚刚这样拿到这 Hit 好声音的这个。心情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非常开心，因为这好像是我第一次领到 Hit FM 的奖啊！等一下，我想想看 ，Hit FM 从来没有颁过奖给自家人哦，对，是觉得会容易被人家误认为是自卑，就对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。所以我刚拿到那奖项的时候，就觉得好像是第一，对对，是第一次，然后是第一个，我就觉得好开心，因为我通常就是看到讲座放在办公室很多个，但是现在有一个终于是属于我的，然后我觉得这个奖项对我来讲是一个肯定，然后就是我想它就是我前进的一个动力，然后很谢谢大家，因为不是只是歌手，就是在声音的部分，我也每天都在电台陪伴大家，所以我觉得是好声音这三个字对我来讲是一个荣耀。没有错，好声音不只是音乐的陪伴，还有这个节目上的陪伴啦。对，哦耶！每天晚上记得要锁定，哦耶 ，OK。谢谢，谢谢，娃娃有声，谢谢，欢迎拿麦克风，谢谢。好，那待会儿即将会来。